还有台阶，我便不行，去死不悔。你真是顾虑！这人来相助，28岁，三天，视频转换出我的。 小道士，原本是你上的，你把我引下来算什么本事？南唐，你在这个学校被霸凌，被害的身首异处，但现在凶手已经伏法，恩怨已经了结，你也该投胎去了。<笑>小道士，我问你，你看我的头断了，你能给我安上去吗？自然是不能。 没了，唐浪，今天走也得走，走，想要我送你走，<笑>那要看你的本事了。天玄上化为神雷，我行了一阵。哇，七哥，那你真的太帅了！ 这么厉害的牛鬼都被你给干了啊！他也是个可怜人，我破了他的煞气，希望他下辈子能活好胎。哎，几个，这波意外上，粉丝量破10万了。这段啊，他想破5000块，和平台5分成也有将近2500的收入啊，还可以。什么叫还可以啊？一天2000多，一年下来就是90多万，师傅的手术费终于可以早点凑齐了。哎，师傅成了植物人，没想到要用这种方式给他老人家。 走了，不子时了，我出一15，子丑将替之时，那地里给你指一扇香来。我也走。白皮灯面，煞无临门。白皮灯面，煞无临门。大师。 大师，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杨琦，初一十五放香这事，白皮灯灭定有煞无临门。不管成何事，你务必答应，切记。初一十五有求必应，有什么事儿你说吧。谢大师，我被困在万人坑，同行莫一处决定，生生世世无法离开。恳请大师帮我一鼓。 让我转世投胎可以吗？把你的名字和去世时间告诉我，我能看见。我叫叶红云，我是民国12年农历7月14日去世。我的尸骸在万人坑红坟墓，您能帮我吗？没问题，我帮你。这张诏令符。 你先收下，等我择好黄道吉日，赵令现身，做法遗骨殿。多谢大师，静候召唤。我去，百年煞无登门，还在万人坑活死人墓。 哎，是艳阳七，我就是。小小张家小姐，
你就是张氏富家的发小姐，当白鹿啊？犯什么货色你？咋的？张玉洁，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什么玩意儿嘛？杨七，我是张白鹿，我来找你复婚。杨七，你与张家的婚约？什么？为师说话，你好生听。 张家之女会在你生日当天上门提亲，你们一定要遵守婚约，七日之内完婚。如若悔婚，张家定会出事。到时你一定要想办法帮他们圆满。切记，杨七，我们从小素未谋面，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婚姻是两个人双向的选择，我们仅凭一纸婚书就定了终身，实在是太儿戏了。张小姐，按照约定。 你应该在我生日那天，那你却提前了3天，退约悔婚，你不怕影响张家气数？笑话，守着这破渣子店，要钱没钱，要事没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白鹿和你结婚，才是影响气运吧？张玉洁是吗？正是。阳气不足，伤了真心，还是先管好你自己。 我师父可是江州第一学术大师郭正义，你这些三流的渣子匠，也敢在我面前攀门弄火？欺人长眼，流氓，你干什么？敢占白鹿便宜！ 抢了树，已经镇下聚集。没想到这小子得了周六，有意思。你居然能破我的咒，能破你的咒，就能要你的命。滚，赶紧滚！张小姐，念在我们有个婚约的份上，不再提起。 结婚之后，张家再无干涉，别来找我。我也走听。这婚我张家退定了，他结婚，我嫁。这不是没女网红朱雨桐吗？起初的时候，富儿子私通没能把她拱到手，岂缺德何德，极品美女居然出现嫁给他？哇，好漂亮呀！ 是好漂亮，<笑>哪看来了？这儿啊，这儿啊，夏，那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哎哎，白鹿，白鹿，美女，你是？我叫周玉彤，千万大为。你认识我吗？哦，周小姐，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50万买你，哦不，是跟你合作。我想跟拍你们驱邪镇煞的视频。当然，这里有50万，你。这怎么弄？你的咒是个人要费的。你有钱，了不起啊！我们，那，你这么干啊？姐啊，这天上啪叽啪掉下这么多钱，不是馅饼，是陷阱，我可不信。 你不信吗？你信吗？这可是50万。哦。带上家伙事，周小姐，今晚10点我们万人坑，活死人不见。好，晚上见。这挺会呀，他。 这里煞气最重，应该就是这儿。七哥，咱要降妖除魔，就不能找个山清水秀的地儿吗？这都什么鬼地方？这是怕什么？那来这儿就是来抓邪祟来了，要不然来这儿干嘛？还有更好的地儿啊！别废话了。哎，等等我，等等我。哎，七哥。
这可是万人坑活死人墓啊！这我又会挖，他违逆汉代，瞧你那点胆量，送货！谁怂了？我就这么一说。哎，这里杀气最重。 应该就是这个丧尸之地。家人们，你们敢说我便敢做。今晚就在万人坑活死人墓和大师岩阳七一起寻奇探险。如果见到煞物，承诺打赏百万礼物的三位大哥，可别反悔啊！七哥，他利用咱们直播狂赚几百万，就给咱去救50万，那就好亏啊！赚多少钱是人家的本事，与我们无关。谢谢榜一大哥送的大火箭，爱你啊，么么哒！哎，大火箭。 你说呢？大哥好！这护身符你说好，以防万一。天行地明，阴中阳，天使听真经。张云杰。 这什么鬼地方？你确定是这儿吗？不会错的，我师傅呀特地选了这阵万能坑活死人墓，只有这里的阴气才能压制你退婚的反噬啊！得了吧，我才不信什么退婚反噬这一说法呢。那个什么镇物，咱们随便找个地方一埋不就行了？非要来这什么不吉利的地方？镇物讲究风水法门，怎么能随便找地方埋呢？哎，得了得了，你快说要埋哪，赶紧带我去。 这里应该就是你的坟冢了吧？我应该没有看错，这里的煞气是最重的。是，幽县大师。哎，他是厉鬼，不会看我们吧？哎，这给你放心啊，只要有我王胖子在，没有人能伤害你。你要是害怕的话，你就报警我。去。风过去，毛伏地。什么人啊，这么歹毒，竟然把你葬在这种地方？大开天眼，知道了。 家人们，万人坑活死人墓出现神秘棺椁，里面到底有什么？大家不服刷波礼物，来，马上起走。开棺。开。头脚颠倒，杀气冲。 一万多年了，居然还有尸体！我的天！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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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地灵，兵随印转，将随令行。 煞气洁净，区区煞气洁净，还难不倒我？我今天要取出武器，不如送你到西南羽林上。你给我吧！叶红怡，亏我一心想帮你，你居然想夺我的阳寿！看你没有这个本事了！青龙白虎飞将在于朱雀山后四百之前，敌机如林立。这什么鬼地方？慢点，吃力点。 你们怎么来了？我操！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快走！别动，快走！哎呀，严同学，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在跟谁说话呢？别走了！我跟你说啊，之前的事情让他们给搅黄了，你今天多数没人把退婚的数给签了。严阳，听我跟你说话吧，你听见没有？ 走了，听见没有？到了，到了，杀气上升，难搞了。严阳七不肯借阳寿给我，那我只好对他下手。
他的命格也很独特，你要是命，你要是命了你，灭我，就凭你。我操！我看你。给我医院，快离开他的身体，否则不可见。他已经退婚生子，你这么在意他活干什么？现在他的身体，你要是不想让他看，就给我滚开！师傅，我只能靠近近了。 看隐身，看隐面，看隐耳，看我饭店，这玩意儿通街通夜通日生。你别急，别挂电话，我做三清宗师宴。我想你说，你有命是吗？要你管，死无所谓，命要无泪，恨我者生，恨我者亡，请你闻命令。来喽，醒醒。 你干嘛？你快把我放开！你确定啊？确定，一定已经肯定。你还不？张白露，你就这样对待你救命恩人啊？白露，救命恩人，什么救命恩人？白露，你没事吧？死淫贼，混蛋，敢占白露便宜！ 占便宜，今晚要不是我出手，你们都得死在这儿。你什么你？你大晚上做鬼哭起来这儿干什么？关你屁事！谁是你未婚妻？哦，阴阳气，大半夜过来发人家祖坟，怕不是变态吧你？张白露，你们的事儿我不想知道，我的事儿你也别想过问。不过我提醒你，你武功发展山东部，是不祥之兆，你小心点吧。你。 你听不见？今晚要不是我，你就被丽莎夺了妻子去了。你骗人！什么煞气？我怎么没见到？就是，瞎说，哪有什么丽莎？我看分明就是你故弄玄虚，吓唬白露，然后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为了博取白露的欢心吧。故弄玄虚，赵英杰，你们刚才自己怎么晕倒的？你不知道吗？白小姐，以后遇到事情来求我，可以考虑帮忙。 破机动指令提定术法，反时来的如此快。金刚，金刚，林青，金刚，你怎么都醒了？没事，你们刚才去哪儿了？我去给你搬救兵了。就是不知道在这儿，我这一直转不出去。哎，幸好刚才落了几道天雷，我一下就找到你了。那是因为我鱼制造的煞气结界。煞气结界？那个女杀呢？好了，好了。哎呀！ 下次再让我胖爷我晕倒，我看看看乐死他！行了，算了，今天晚上没有护法，谁都不要打扰。哎哎，慢慢点吧，没事不然。终于，太让我们失望了，你别再咳嗽了。最是不饶命，那小子实力高强，我也差点魂飞魄散。必然难以对付。 小姐，是你吗，小姐？小姐。 本宫不服。
尔等都是妃，哼，还不快给本宫跪下！吴大师，这怎么变成这样了？林安真是魂魄受损，一意占领细碎，也都是黑魂遭到反噬才会这样。黑魂遭到反噬？哎，郭大师，哎，你不是说小女去了青牛村埋下阵谋，便可化解吗？理应如此。不对，昨天晚上就发生了变数。明天，昨天晚上你去埋阵，发生了什么事儿？白露，你杀不杀生？什么？你杀了白露的身？这你怎么不早说？不过，他下午已经被我驱走了。张老板，恋爱被杀后附身，并不偶然，也有可能是姓严的小子在故意使坏。是他？若怀疑了，张叔，你想想，为何我们去青牛村埋阵窝，那小子刚好在那儿？起初我也很怀疑，不过白露出事，说明他身边有杀戮所致，很明显，他这是为了报复我们呀！不就是催个婚吗？难道他还要讹上我的女儿啊？哎，老师，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再去找那个臭小子李约吧？哎，办法倒是有一个。什么办法？找一个命格奇特的人与恋爱订婚成亲，这样就可以彻底去掉李远身上的杀气，让他恢复神智。糟糕，宁哥奇特的人订婚出席，这人去哪儿找啊？小头云杰，你是很喜欢恋爱吗？他的命格也很特殊，让他和恋爱订婚，避免去除恋爱身上的杀气。沈志，小女现在是这个样子，你愿意吗？张叔，为了救白露，别说是金哥出席，就算让我去死，我也愿意。好，好啊！果然没有看错人，这样金哥出席，救小女之事就有劳郭大师了。张老板不要客气，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情了，另办我一定要管。再过几天就是七月十五了。正好是黄道吉日，是个订婚的好日子。好，好啊。张白露，你很快就是我的女人了。张白露有难，你小子还睡得着？师傅，您魂魄离体，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交代吗？三天之后，你去阻止张白露和赵家订婚，否则你丫头就万劫不复。师傅，阻止张白露和赵家订婚，否则万劫不复。师傅，没想到这么快我就能和张白露订婚了，多亏了师傅您老人家成全呀！让那小子去下个阵。破解他的范式，差点就被阴阳气坏了好事儿，为师也只好将计就计。师傅，还是您老人家厉害，现在张家呀被蒙在鼓里呢，现在对咱们还得感恩戴德呢。哎，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切莫掉以轻心。好，只要我得到张白露的处子之身，那我修炼的法术就可以突破瓶颈，到时候就可以好好的为师傅您效力了。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先出去。好。叶红玉的伤情加重，没想到这小子的武力绝竟是如此狠辣。张旭，你的仇是一定会替你报。
张家确实混在企业，是我和赵家订婚，现在伤得这么尴尬，该怎么办？七哥，好了好了，我们昨晚拍的记录视频都被全网，我都很早就想了，别再涨了500万。这么快？500万粉丝？别说带货，卖号都能卖个好价钱。师傅的手术费，这下子着落了。看吧，我没骗你吧？我们得赶紧趁热打铁，继续拍视频上传。周小姐，你还要和我继续拍视频？不然呢？你以为我就给你拍得起啊？哦，行行行，那等我确定好地方，我再告诉你。地点？榜一大哥都已经帮我选好了。啊？哪里啊？就是这里吧，这个皇家酒店每年都会死很多人，而且死的全都是年轻女孩，在网上有很大的话题，我们趁这个热度一定能再火一把。这里的确不太干净，不过这煞气是从别处透过的，根源不在这儿。七哥，其实我今晚来这里不只是为了拍视频，我还希望能够见到他。他？谁呀？我的闺蜜。一年前她死于这家酒店，尸检结果说她突发疾病，但是她的亲朋好友都不相信这个结论，包括我，我也不相信。死了一年多了，待会儿我只能顺着找找，不保证她还在这儿。如果他是正常死亡，那他生前的念力很有可能就已经消散了。走吧，先带我去你朋友出事的房间看看。好。你看，这儿有道符文。道家镇煞，看来这里确实有古怪。去吧，你是不是那种东西啊？你等着我了，我也没看清。管他呢，走吧，现在我去你朋友出事的房间看看。他就死在这个房间。师祖灵像，师祖灵像，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师祖灵像是什么？传闻民间术士用它来镇压皇族，不过这种邪术已经失传了将近百年。失传百年的邪术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店里？难道我闺蜜是因为这种邪术而死？把你闺蜜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天清地浊，地浊阳清。走廊尽头的那间房间有问题，走。七哥，你说房间里有问题，该不会是有那种东西吧？怎么样，等我。帅哥，干嘛呀？过来过来玩了，帅哥。帅哥，过来玩啊！帅哥，来，快来呀！过来，过来，快来，过来玩嘛！过来，你快过来呀！过来一起玩嘛！过来呀、啊，还过来吗？帅哥，啊、你怎么了？哦，
不冷，我刚打了个冷颤，好爽啊！我美吗？美。七哥，你好了没？七哥。我靠，还有一会儿。七哥，七哥。咋没有你？竟敢妄想破我的身！我这二十多年的同生，只能毁在你的身上。人没地光，提起攻之力。七哥，七哥，你没事吧？没事啊，区区迷魂阵奈何不了我。我的罩里还有生辰八字。哎，七哥，这儿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啊？收魂符。到底是什么人啊？竟然用收魂阵对付？收魂阵？这个收魂阵非同小可，修道之人一旦中招，所有修为都会失去。看来我这是遇到同行了呀！你不要走。干嘛？这样杀人不易。臭小子，竟然破了我的阵！怎么有人闯入？速去解决！加入热播短剧圈，每日持续更新10至30部最新一手短剧，支持关键字搜剧，找剧更快捷。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哎，七哥，你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我？周小姐，你说今天的探灵地点是榜一大哥指定？对呀、啊，你不会怀疑我吧？不是怀疑，只是这一切很难解释清楚。那你也不能怀疑我呀！我今天到这儿就是想看看我闺蜜在不在，顺便调查她的死因。别激动，这一切越来越难说了。你干嘛？就辛苦，天价香炉被老板发现，天有晚了，我们可没命了。踏实，时间足够。你说，那两个女娃被关在神堂里，那么神圣，究竟有谁作用？少打，我们做好自己工作就行。其他的，一概不要误会。小心掉脑袋。神堂关着两个女孩，这个酒店还有多少秘密？神堂关着两个女孩，这个酒店还有多少秘密？求见。那我们不能坐视不理。走，出去看看。快走吧，老板让我们去301查看床者。
这两个女孩我刚才见过。你见过？他们被锁在这里，你怎么见的？帅哥，快过来吧。他们的魂魄被人操纵着，刚才差点夺了我的童子身。你这么大了还是童子身啊？修道之人，破身等于破功，一旦破功，轻则难以精进，重则修为全毁。哎，我一直有个问题，一个男人老是这样，还算是童子身吗？老是这样，还算是童子身吗？五姑娘不算，真姑娘才算。咦，这恶心！是你非得问我。哎，他们两个干嘛呢？收魂。收魂？还好他们的魂魄尚在，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那怎么办？谁呀？还敢擅闯禁地？揭露你们恶行的人，你们居然搞非法囚禁！钟小姐，快报警！你以为你能活着走出这儿？来到这干什么？给我拿下！是。哎，你干什么？救命啊！放开我！救命啊！别叫了！在这儿，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敢救你啊！住好，看你后面。小子，你以为我会上当吗？快放两枪，我还能救你，再晚就来不及了。救我？你还是先救救你自己吧。西哥，这什么情况啊？有个女鬼站在我前面，你看不见吗？什么？女鬼？子轩，我好想你啊！彤彤，彤彤，我终于等到你了，我死的好冤枉呀！你到底怎么死的？你快告诉我，我马上帮你报警申冤。我是纯阴命格，那个师傅，他把我杀死在这三零一，然后他把我的魂魄就囚禁在这个石像上面，让我永世都不能超生。该死，他有很多，那我怎么才能帮你？供奉师祖需要每年献祭两个纯阴命格的女人，这就是这家酒店频频有女房客离奇死亡的原因。我求求你了，大师，求求您救救我们吧！啊，还有另外那两个可怜的女孩，她们两个也是纯阴命格，不到七月十五，她们就也会被献祭的。七哥，你有办法破这个阵法吗？简单。子轩，你不要走啊！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子轩，他用最后的灵力救了我们一命，也算是功德圆满。你这人证物证都在，我你报警。家人们，我跟七哥的探灵冒险意外牵出皇家一号酒店惊天命案。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这次的直播大家看得过瘾吧？记得跑车火箭刷起来哟！哇，谢谢嘎子哥的嘉奖花，喊你。先下播吧，我有事跟你说。家人们，七哥呢有要事安排，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拜拜。什么事儿啊？今天这阵法明显是冲着我来的，幕后黑手。就是你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我榜一大哥？不可能！我们今天又破了一个阵，那肯定不会上榜的。
七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仇人？仇人？我能有什么仇人？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把那个榜一拉黑，不要让他知道我们以后的事。拉黑啊？可是他一次打赏我们几十万呢，把他拉黑多亏啊！挣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今天要不是你那个闺蜜舍身相救，我们俩的命都得交代在这儿了。哎呦，好吧，好吧。师祖、叶红鱼，他们什么来头？干嘛跟我作对呢？你好，是连七先生吗？是啊。你们是什么人？我家主人姓谢。你家主人是谁啊？找我什么事儿？就不用相告，先生去了就知道了。我连你家主人是谁都不知道，我去了该我要咋着？对，七哥可是当代大师，岂是你们想请就能请吗？严先生多虑了，我们家主人有求严先生。就是五十万定金，严先生把事情办好了，还有五十万定金奉上。好吧，随你们去。严仁奇，啊，你就这么去了呀？裴小姐，你们可以出去了。是。就是，你怎么娶进来的？我靠，哪有你们这样请人的？弄得我。你是大明星胡飞？是吗？哎，我之前就在电视上见到过你，没想到本人更美。很抱歉，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请您过来，还请您多多包涵。没事没事，理解，我们大明星嘛，要注意隐私。说吧，找我什么事儿？老师，我最近晚上总是做噩梦。半夜的时候还感觉好像有人爬上我的床压着我，我跟您发了自杀视频，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呀？这是我的门口。哦，你这种情况如何得了？我醒醒。大概有一个月了吧。师祖，大小姐，你是不是还有东西？大师，没什么东西啊。在说什么呀？吴小姐，你要是不说实话，是我帮不了你。大师，我是真的不太明白您是什么意思。好吧，那就请胡小姐另请高明吧。你的事儿我处理不了，这五十万定金我会退还。告诉你。大师，行了，我说。我都告诉你，我确实养了一条东西，就在这个神像里面。它跟我最近遇到的事有关系吗？有关。你用自己的血供养这个，我给超度了，但他很心疼，不到五年就会反噬其主。现在五年应该快结束了，还有一周就五年了，这要怎么办呀？这个东西很艰难。如果我强行镇压他，会给你带来灾难。先去道观或者寺庙化解。这能行吗？先送去看看吧，实在不行我再出手。那好，那就有劳大师了。但是能不能烦请您带我去道观或者寺庙一趟？不会让你白跑的。报仇，我再追加10万。没问题。吴小姐，
告辞。主人，绵羊旗已经上门，按照计划行事。莲儿，来，以后事成之后，你会得到应得的。主人，最多五天时间，我便能将他的三魂六魄解了。到时间，我你就可以突破禁锢。你身中无形的巨著，与所以报仇。谢主人，我定当为主人肝脑涂地，死而后。你速去找那些人要钱的商人，希望你把他们拉回来，让他们正面回上，不要把你当真。主人，严延熙就是扎之将钟大人的徒弟。什么？他是钟大人的徒弟？对，我怀疑他就是严氏一族的后人。他年纪轻轻，学术修为肯定非常深厚，而且和张家少主还有婚约在身。有意思。你速把他的魂魄送来，若他是元氏的后人，有意之人，不但可助你做幕后监狱，还能让张忠业三家无法入主。是，将进去吧。师傅，您先睡会儿啊，我去叫医生给您换药啊。你是吴小姐，这么早呀？这发生什么事了？大师，你先去外面看着，不要让他进。吴小姐，你这是干什么？胡小姐，胡小姐，胡小姐，我是手艺人，你出钱，我乔丹出卖身体，那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你想什么呢？快帮我看看。哦。你这两个杀人不一般，看来那东西昨晚帮你吃了一夜。哎，难怪，我感觉昨天晚上。像要窒息一样，程序大师，你快帮帮我吧！东西呢？带来了。走，东西另外一个。这东西怎么突然像开始了？青龙药，可以化解吗？这是整个江州灵气最盛的道观，化解你养那种东西问题不大。好。你先通过灵气大师来。你进去吧。大师，我去。大师，扯淡扯淡，搞什么呀？我起来。你这个臭小子，你这一来呀，肯定没好下场。你这白嫖。嗯，听懂了。等等等等，我这儿欢迎你。哎，大师，说什么呢？我这次来可是跟你结什么大伙？你说的是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大明星胡飞小姐，神仙。这位是玄机子道长，你养的这个东西，他老人家能够圆满化解。哦，玄机子道长，我叫胡飞，当初我为了在演艺圈扬名立万。我想了那种东西，我现在被他反噬了，求您出手救救我！啊，胡施主，请起，
既然是这个杨七带你到我这个青龙观，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管。这是你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我看看。青龙煞，哎呦，姑娘，你这个胆子很大呀，这等邪物你都敢养？我跟你说，湘江那边好多明星都因为这东西闹得是家破人亡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大师，我当时也是一声糊涂，我现在知道算了，请问你能否帮我平安化解？那个这样啊，你就暂且把这东西呢先留到我这儿，我呢尽一切所能来化解他的杀气。多谢大师。不用谢啊，那个不过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有几盏这个长明灯，那可是消灾解难黑灯。哦，了解。了解。这个多少钱？出家之人怎么能谈钱呢？我跟你说，我们呢讲究的是一个缘啊。是是，那您说多少元？来来来来，我好几个款式我给你介绍一下。来，你看啊，这个10万，这个30万，这个又高又大50。那我要50万呢。那个大头，不不不不不不，答应个施主啊，马上就结账。那个，点灯。郭施主，请随我来吧。来，我别忘了给我分成。你个臭小子，你肯定是两边收钱。不可能，不是的。我跟你说。你怎么跟这个姑娘认识的啊？这家这么邪的东西怎么交际上的？啊，是在网上看到我发的镇煞视频给记的。真的是偶遇的？听您老人家这意思，这里面还有什么玄机？这里面还有什么玄机吗？跟你说啊，这个玩意儿，这个东西，那个人呢太歹毒了。你也看出来了，这玩意儿他可是用神血祭养过的。确实如此，不过是胡飞自己的血啊，我若强行镇压他会危及到他的性命，所以请您老人家帮我化解。净给我找事儿，你是刚才你收钱的时候你可不是唉声叹气的啊。来，我跟你说啊，这种魔物可是尽量去化解，如果说我化解不了，那姑娘拿小命救我，到时候你可不能不管啊。放心，不光拉了一条，这事儿一定反击。拿过来吧，哎，快点呀！是我吗，你小子呀？你们七大师，谢谢您，要不是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吴小姐，我也是收钱办事儿。再说，你是玄机的大师，法力高深。这还下着雨吗？我送去合适吧。好。哎，这个杨七大师，您收徒弟吗？你想办我为师啊？你想办我为师啊？对。刘小姐，假事常办，我不能说。你妈妈就是随口问你，其实让我送你去哪？喂，师傅，你回来呀！师傅，他可能不行了。你这是怎么回事？那是大事。你跟我去一趟江陵医院了。心率70。爸爸，
脉搏60。七哥，师傅快不行了。放心，师傅不会有事的。医生，我们的手术费已经凑齐了，请尽快做手术吧。哎，你病人目前的状态呀，还不适合做手术，可能需要在留院观察一段时间。那得等到什么时候？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另外，我原本是可以随时动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体忽然就变得很脆弱。那也没办法。忽然变得脆弱。怎么会这样？师傅的身体只剩下七魄，三魂尽失。三魂？不是，师傅就好好的躺在这，怎么还三魂没了呢？还啊？没事，师傅只是失魂，七魄尚在，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那咱们怎么办呀？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师傅的魂灵找回来。这能上哪儿找去呢？我有办法，照顾好师傅，我去寻找他的三魂。你快点啊，胖子！什么？你一定要守护在师傅床前，哪也不能去。嗯，这瓶鹰眼泪你留着，每隔三个小时抹一点在眼睛上，若是煞气胆敢靠近，你就能看见，你就可以看见。我看见他有什么用啊？我也弄不过他呀。别怕。若是煞气胆敢靠近，亮出黄符便可驱散。记住了，成，你去吧，这交给我就好。灭梦机，煞天烈火，继续走。希望这五个循环术能够找回师傅的魂。怎么可能啊？五个循环术竟然破解了，师傅三魂消失的事情，看来不简单。有人要对他下毒手。夫人，我问你们什么用？什么？我找到朱大人时，他的伤痕竟不在体内。既然有人会接触先生带走朱大人的伤痕，谢玉明他错了。主人，红玉不会敢走的。起来吧。谢主人。主人，请再给红玉几天时间，我定会把他的伤痕抓来。不必，等我进入姐夫的领域，就算不知道还有出息。主人，我的意思是，他的三魂不是被人抓走了。这样恐怕就意识到危险，三魂出现，自己躲起来。我还是朱大人的心气，三魂藏起来。对方破了我的魂术，说明师傅应该就在他手上，一定该把师傅找出来。喂，以师傅的魂灵安全是有误的问题。你是谁？为什么要带走我师傅的魂灵？此其仇雄，后悔之仇。现在你只需相信。我不会害你师父。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信不信并无关。七月十五，母子赵刚两家并亲，真亲。喂。七月十五，为什么要让我阻止赵刚两家订婚？良辰行乐事，吉日结良缘。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张白木女士和赵云杰先生的订婚之喜。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两位新人入场。
顾大师啊，订完婚是不是会好起来？你看他现在的状态，是不是较之前好了不少？啊，确实是好了不少啊！哎呀，顾大师不愧是江东第一选女子啊！好的，下面有请两位新人交换戒指。我反对他们婚事。我反对这个婚事。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张叔，来了我们找人结不能离婚，你说会影响他的命数，乃至张家的气运。新天啊，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今天是我和我订婚的大喜之日，你休得胡言。张叔，你不能和他订婚。张叔，天清地明，阴浊阳清，乾坤借法。神志不清，杀气伏地。胡说八道什么？胡说八道！赵云杰，你对张兰露做了什么？难道让我当众拆穿你吗？真是可笑！还不是我对不起，我能为他做什么？倒是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岳父大人，我看还是把这个小子赶紧赶走吧。不可惜，白露婚约已经取消了。今天，白露为明天订婚的大喜之日。来了，坐下来喝一杯喜酒，不是欢迎，我乃是诚心捣乱。唐家可不是你杀一人之地，唐家可不是你杀一人之地。张叔，我是念到白鹿和我有过婚约过来帮你的。帮我？你什么意思？张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白鹿几天前就开始神志不清了。娘亲，你说什么？白露，好端端的，根本就不像你说的神志不清。杨叔，不用刻意，白露心中是变态性的难以接受，就他，把人家邪术。哪里来的疯狗，在这咬人？你说张小姐中了邪术，张老板，快把他赶出去。郭正义，你师徒俩用邪术害，这次居然害到张小姐身上。杨叔。张白露什么样，你自己心知肚明。就算你不相信我，我也为他着想。郭大师，严阳梯说的和我是真的。张老板少拦我走，臭小子！你说张小姐施了邪术，还是我们师徒俩所为？今天要是拿不出证据，就死死于他这里。对，岳父大人，这小子诬陷我，不能轻易放他走。他要是证明不了。今天就必须给我磕头跪下道歉。亲，林杰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清楚。张叔，倘若我能证明你的邪术，你怎么办？向我磕头认错吗？你怎么办？向我磕头认错吗？姓严的，我有师父在场助阵，看你拿什么和老子斗法。好啊。你要是能证明我用邪术害白露，我不仅给你跪下道歉，还可以给你跪下喊爹。好啊，到时候绝不认账。唐青，那你要怎么证明？现在就开始吧。他说：“啊，这个我们有一样，看，进来。”大师，好。小子是来闹事的，保护会出手脚，小心一点。行，检查检查，留一枚就没有问题。我拿手提。真是个老狐狸，知道你会暗中动手。张老板，这娘言的没有问题，可以。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看到了是吗？可能
哎，知道，不可不可以借。张老板，你一定是弄错了，哪里有什么黑气？大哥，白鹿神志不清，就是因为身上煞气附体，罪人获赏，就是赵林杰。咱们邪术控制了白鹿，曾经手串上，我放开，咱不许干这。什么？难道表面证据吗？够了，简直！ 杨奇所言吧，不是，你说，你他背叛我，你他背叛我，是吧？今天我就让你承认你杀妻反噬的罪。你们几个是都驱魔诛煞，放了他！赵老板，快点给你松开，你们再黑就出去，混账，休要害人！ 郭大师，号称江州第一邪术师，竟纵容自己的徒弟心术不正，一派胡言！明明是你为张小姐退了婚，心怀怨恨，执意谋害，这样胡作非为，不岂能生平？颠倒黑白，现在要去除张白鹿身上的煞气，请你让开。 你当真以为自己有这个能耐？楚天之下除了我顾正义，没有人能救我女儿吗？少叔，你千万不能相信这小子，这孙越坤坤爹爹。快打死我！少叔，他知道。贤侄，你别急，当初自有打算。当然，一事不算二事。 你要是请这小子帮忙的话，老夫就不掺和了。郭大师，误会了，今日大闹小女的闲职的订婚之夜，必须由我交代，才能放他走。否则，我们张家两家颜面何存？对，岳父说的对，不能轻易让这个臭小子走。我不敢冒昧，姐，能不能救女儿？ 能救好，要治好。今天所发生的事，你敢信不敬，我是会死。云杰没道歉，从今往后，我们再商量。来人！啊！那我要治好了你啊！啊！那我要治好了你。你想怎么治好张小姐？ 请您恢复婚约。岳父大人，好，我同意。想治，恢复婚约还是必须经过小女的允许啊。我没病。赵叔，大可不必这样子。我是老人家，也能治好白鹿。仙子，乌云淡季，我大师说了，除了他，没人能治好白鹿。郭大师，您说是。 赵云杰手串上的那种闪光的气息，姐，你们三长两短，我怀疑你是吧？老左，放心，不要耽误事了。臭小子，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可敬一下。老夫倒要看看你怎么敬他。 杨鑫，你谁敢斩首？天元地方绿荫，无人下兵，万里人草。这小子，竟然懂得省城的五雷击邪法。
杨天，你要做什么？快放开我女儿！哥，等我这丫头上网再向你解释。你说这个，你是不是也是有人先叫我来？我可是你老总，你是有理。雷雪，雷雪，吴老板，吴玉班可不是很有名气的，坐吧。哎，老规矩，你终于清醒过来了。我认识你啊？什么？你连老爸都不认识了？不认识。张老板，从新本来可以让女儿恢复正常，现在因为炎阳期捣乱，恐怕要前功尽弃。哼，捣乱？这是江州第一风水师能说的话吗？杨七，我不想跟你争辩。张老板。小头赵元杰未能与令奶订婚就诊，现在令奶失忆了，老夫也无能为力，就先行告辞了。不是，你说我们家有劫难，现在怀孕怀孕才能领。他说咱们命中花还有千金路，是你的事，不算计。啊，这还不算定亲啊！啊，这还不算定亲啊！白露，白露，今早的早，有这么一个宝贝婴儿，真是再也不想看到他有任何劫难了。叔叔，求求你帮帮他，筹到什么的都好说呀。江叔，严重，白露不能劫难，我不会坐视不管。只是当初你为何不让那个郭大师出手？当初我并不是说婚姻无能的，赵云杰是黑串的黑气，牵引怀孕之上的黑气。猜测啊，这件事和你们师徒脱不了关系。不，你就不怕我借此机会报复他？要是那样的话。大可不必来这儿了。叔叔，白露现在情况很复杂，我们还是先把她带回家。你说，刚才为什么要放弃和张小姐的订婚呢？你说为何呢？难道你不看到师傅一样的事都被你小子给除掉了？如果我再继续劝张光德要和他女儿订婚，那就坐实了对他女儿用了蹊跷。那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放弃吧？该怎么办？哼，好戏还在后边。我真的是张白露吗？你真的是我的女儿张白露？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没事啊。包括这个，但我们真不该跟你成婚。啊，杨七，你要是真能把白露的病彻底治好，叔叔一定会说服他重新考虑你们的婚姻。不急，张叔，先治好白露又走。对了，白露出事那天晚上，他和赵云杰去青龙村，也是所有方式。啊，赵云这事儿，赵叔有关，和我有关。说来，实在是惭愧。郭正义说，在那里布置阵法，可以化解白露和你未婚带来的反噬。所以啊，那天晚上白露和赵云杰去青龙村，完全是为了布置阵法。布阵法，化解退婚反噬，有意思。看来我得再去一趟青龙村，才能找出白露病情的根源。张叔，要弄清楚白露身上的事儿，需要你去找赵云杰。找赵云杰？对，我怀疑白露这事儿
你的意思是，白鹿失忆是赵云杰布置阵法时动手脚？暂时还不能确定，得先看看他们布置的阵法。那现在白鹿失忆，你对赵云杰下。好。 这就去找赵云杰去请示。喂，贤侄，颜阳青的小子果然没安好心呐，狮子大开口，要白鹿嫁给他，被我赶走了。哎，你有时间吗？啊，张叔请你喝茶，没事。哎。 你这老头儿，张叔，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呀？啊，玄之，叔父就是想看看那天晚上你和白鹿把化解退风反噬的阵法布置到哪里去了。张叔，你怎么忽然关心起阵法呀？ 叔叔就是想看看你布置的阵法有多玄妙啊！不是我布阵玄妙，主要还是我师傅厉害呀！哎，行了，你也别谦虚了啊，快带我去看看阵法吧。好，张叔，法阵就放置在这里。槐树聚煞不但不能化解煞气，反而引煞气汇聚。赵云杰，你连这也不懂吗？ 赵云杰，你连这也不懂吗？姓严的，你怎么在这？真是阴魂不散！我怎么？你在这布置法阵，让张白鹿被煞气所伤，失去了记忆。说的没错吧？严阳七，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白鹿化解退你婚约的反噬，只不过是用了煞气对冲的形式。再说了，你怎么断定？ 白鹿就是被此处法阵所伤而导致的失忆，是不是被阵法所伤？我回去治疗一下。王总，来这儿。七哥，这波又玩了什么什么玩意儿了？给我站那去。来，张叔，任由他们动了阵法，恐怕会危及白鹿的性命啊！ 现在的情况就很棘手了，让他们挖开看看，要是法阵没什么问题，也好另查缘由。是，张叔，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难道是我算错了？张白鹿的问题不是出在这法阵上？ 阵术，阵术，阿七，阵眼术是什么？张叔，这阵眼术是一种常见的能帮人心急必凶的术，那心术不正之人也可能用它来害人。赵云杰这次也是邪门阵眼术，赵云杰居然用阵眼邪术来对白鹿。 自己看，镇远邪术，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无限人！喂，老子的阵法，白鹿就疯癫了。张云杰，张家哪点对不起你？你为何要用邪术害白鹿啊？张叔，我真的是冤枉了，我是真心喜欢白鹿的，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再说了，我要是用邪术害白鹿，我为什么不暗地给执行？在这个法阵上动手脚呢？证据就在面前。 还想狡辩吗？对，那是我在罐子里放的，明明不是这些东西。这眼术除了你们师徒二人知道，不是你害的，难不成是我师傅吗？怎么可能是我师傅呀？一定是他，七，他知道我在这里布法，后面是谁会在布置法阵的法器上放了阵法？
一定是他来诬陷我，一定是他来诬陷我！诬陷赵云杰，那晚我在青牛村好几个狱警，你说你们去野营，我怎么知道你们下镇武的事？哼，你说你知道不知道？我看就是你放的。放屁！怎么，生气了？我看啊，就是你放的。等一天，现在没心情盘根问底，最好祈祷。 白鹿劈狼不是，骨折，我不信是乱。小叔，这废话少说，把这什么镇眼术给我去掉。小叔，这真不是我放的，我不知道怎么去除啊。不是你下的账目，难不成是你收吗？怎么可能是我师傅呀？小叔，你要相信小侄啊，的确是小侄亲手埋的这个罐子，可是我在罐子里只放了白鹿的生辰八字。 一定是不用动手脚了。我听你说那么多废话，赶紧给我处理掉。这我，王叔，镇眼邪术不用别人，我便可以破。加入热播短剧圈，每日持续更新10至30部最新一手短剧，支持关键字搜剧，找剧更快捷。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杨琴，既然如此，阿俊麻烦你帮忙了。镇眼邪术不用客气。 本地皇跑出时间线，集中律令，跳。三圣，老叔，这么说以后，咱们应该不挨了。这真是太好了。喂。 白鹿怎么了？杨琴醒了。啊，真的吗？白鹿清醒了。喂，老爷，你快回来吧。喂，他好。杨琴，你清醒了。走，我回去，我让白鹿当面感谢你。走。爸，他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样？多亏杨琴帮忙，不然遇到什么时候能清醒啊？ 杨琪，你可不计前嫌帮我。谢谢。那他得务必客气。白鹿，你清醒就好。那我们的订婚宴可以重新举行。什么订婚？我和你订婚？什么订婚？我和你订婚？是啊，今天上午我们在酒店举行。结果居然杨琪给你订了。爸。 说的是真的吗？确凿此事啊！罗大师，我就让赵云杰可以订婚称喜。我不要！白鹿，你不是真心喜欢你吗？赵云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辈子都不可能娶你结婚。谢谢，坏老子好使！你给我等着！张叔。 白鹿现在算是神志清醒，你不可以提警告，留有余地，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仔细想想，得罪什么人，今天我破了他的镇眼术，难保他不会继续下手。什么？这个护身符，白鹿哥带一个，保你一生。好。杨琪啊，你觉得郭大师这？ 我的，杨琪大师，我这房子里出现了那种东西，他想杀了我。好，马上来。大叔，我有事要先离开了，和白鹿伯明搞什么问题？走。 我和你无冤无仇，求你别伤害我。吴小姐，
杨七大师，你在这儿呢？杨七大师，你在哪儿？不是胡飞。 杨七大师，这样。 杨七，我们就是不在，又是你！杨先生，这是他，这是他要杀我！杨七，你又在？为什么要带胡小姐下去？ 本来是想乘人之美的，真的没意思，只想讨好小姐。没想到你居于我那，真是不识好人心。可不识好人心的是你，上次让你侥幸逃脱，简直就没有。杨七，我若是灰飞烟灭了，你就别想知道谁要对本宫下今天先喂了。 改掉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若是不信我，大可以让我不用扩散。我死了，还会有人继续。到时候啊，就把你……把我怎么样？到时候就把你……把我怎么样？我今天不行。啊！你去死吧！ 杨七大师，谢谢你。是有点奇怪，你们有更让我重视的人可以利用，是不是因为你？哦，可能杨七大师自己心里都不清楚，我才是你的重视。你能有先前说笑，看来是不怕了。吴小姐，小心身后。 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你养的那只降落煞。什么煞？嗯，那煞体明明已经送到了青龙观，为什么这里还会出现它的煞气？那现在怎么办？出现在这儿，说明这里还有供养它的东西。可供养它回来的时候，就只有这一尊神像，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对，除了那个神像之外，这里肯定还有别的东西来吸引它的煞气。 孽障，你敢伤他圣上？要不到你的恩赐，根本杀不了我。你放开他，放了他，带我去见我妈妈，不然我杀了你！你别杀了他，我们带你见你妈妈。你想怎么？这就是你用血直接供养的降龙煞。如果我直接消灭了他，会危及你的性命，所以。 你就不要再对我有所隐瞒了，齐大师，我跟你真的没什么隐瞒了。好，那我问你，你是否全身布置了染毒防阵？我，胡小姐，这降龙煞从现在还有一丝亲情执念，并未彻底成为邪煞，等它成为真正的邪煞，神仙也救不了你。我确实有两处方法，一处在密室里面，一处在真的地庙。内核使用的那里布置母诀，我们可以带你去见你妈妈。 前提是你不能伤害他。
否则你永远都见不到他。好，敢骗我，你会死得很惨。小家伙，煞气不大，口气不小。你说什么？我说，马上带你去。走。师傅，青子死了，今晚的行动叶荣清会怎么解决呀？不管提议与否，只要他进了紫木局，我不会。师傅，我们有一事不明白。说。你用尽叶荣清的三魂七魄，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设局，直接让少武上他的身，或者您老亲自出手，直接抽取他的灵魂就可以了？我不便亲自夺魂。为什么？叶荣清是七煞纯阳命格之人，不是那么容易收的。今晚让青瓷对着胡飞的身体去破他的玄阳之气，结果失败了。亏之表，没有上午上他的身，多久以后几乎不可能。师傅，今晚我定不会失利。如果这次收了叶荣清的魂魄，师傅就带你去一个灵气最盛的地方，是不是？多谢师傅。香妙助神，荒妙残忍。好。荒谬阴影，这就是子母邪煞之命。长吉大师，上头鸟去了。挂锁魂阵，子母邪煞军特八卦锁魂阵。杨七大师，自己养上，怕什么？我也不知道法师不如法师，会说这种东西，这怎么办呀？快跑！快找找还有没有别的出口，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儿。师父，是你设计陷害我。玄阳剑，对不起啊。说，你师父是谁？我就是他师父。是你利用胡飞把我骗过来的。是的，玄阳剑，你的三魂六魄，老子受不了。是你，郭正业。没错，你现在知道是老夫，你是反义。叶红云，杀了他！是。哎呀，走！再晚来点我就死了。哎呦，你这什么破地方啊！这导航都迷路了。好小子，你居然叫了帮手！子母杀、啊！我弄死那个牛鼻子！小子，你咬我说，不好，快走！胡小姐，胡小姐，子煞的本体已经在青龙观了，母煞的本体在哪里啊？胡小姐，母亲大师，爹死了。我不就是在阴间吗？没死，不过您是不告诉我们上的本体在哪里，我再问一次。没死，不过你要是不告诉我们上的本体在哪里，再问也得死。我不知道什么是本体，不是，我杀的尸体
这就是母煞本体了。道长，您看，你这小子又想打老道的主意啊你？道长，能够化解他们母子煞气的，除了青龙观，再找不到第二个去处。哎呀，不行！没事，你老道绝对不干那个赔本的。道长，您老就行行好，别弄了。他们母子被顾正义那老贼练成了煞，真的是够可怜的了。道长，您要是能化解这个母子煞，我愿意给您再出一百万。你，无量仙尊，那个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个这样啊，明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正盛的时候，你把这棺材抬进青龙观。得嘞。龙叔，白露，你们怎么了？七哥，你没事吧？没事吧？我没事，多亏玄机子道长出手相助。道长，多谢出手救了阳气贤侄啊，不然恐怕后果很严重的。在你们找到我的时候，这阳气啊就给我发了信息了。七哥，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这一切都是你布的局？在胡飞家遇到仙罗煞童的时候，我便料想到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故意演戏，让他有幕后之人看。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就已经给道长发了信息了。对不起，大师。胡小姐，不用说对不起，其实是你帮了我的忙。我帮了你的忙？如果不是你，根本找不到背后小陷害。白七啊，走吧，我还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呢。你说，你怎么知道我有危险？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你心里算，你信吗？因为我和你师父钟道然这些年一直盯着顾正，而师父受伤之后，整件事就由我独自接手。当初您是发现了郭正义通过胡飞引我入局以后，从而联系玄机子道长出手救我。嗯，不过整件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郭正义这个这些年藏得太深。哎，老爸，事到如今，你不要跟七哥卖关子了。卖什么关子？老七啊，我们张东岩三家是镇邪者，这些年我们三家共同镇压不死门不死尸不死尸。对，30年前我们三家被派人镇压尸，他为了救我们钟道然，不幸被尸杀死。他是镇义父子袁宝山。师父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及此事啊？因为不到30年大限，我们张东岩三家人都必须隐藏一下。说师傅为什么让我在平安殿里郭正义，是因为他和世祖有关。郭正义是因为他和世祖有关。嗯，那天你们交手，他使你就是巫师门独家弟子，可以断绝他，就是巫师门的后裔。说他为什么会使用灵蛇煞气？若也是我故意让你接近他的计策。七哥，现在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了吧？我还以为你嫌贫爱富呢。好，现在离师傅过去这段时间越来越近了，尽快唤醒你师傅，然后集我三家之力，共同去镇压师傅才行。我师傅的三魂离体，是不是你把那个三魂保护走？什么？你师傅三魂离体吗？嘿，你是坏人，你是把东岳飞刀保护走，竟然传给师傅，还有点骄傲。幸好这次我们本来马上就要开工了，就差两个阴谋，谁知道那小子太过于狡猾，定是在红玉身上下了一道空煞符。传统空煞符，好歹你是一个反面，居然会被一个凡夫阻止，救人无数。我的意识是不大理，千尊饶命。我的意识是不大理，千尊饶命。我正义，我已经感受了那小子就是灭之后，来我去会会他。对，人的大仙人等级并不完全符合定义，但若是人神力者，诅咒不到三个时辰，就会成长。如果等我回来，元神附体，我愿意国君元神的拿到。啊，我这点不难，一百人里面挑奖励给元神的。飞马小僧，你只有他两个神通，还不要去会会的三下后。小明，现在就想办法。地方。师傅，咱三魂怎么样？找到没有了？已经有眉目了，很快就能找到。哎，从昨天到现在，
师傅的身体没什么异常。没有，医生专门过来检查了，师傅的身体各项指标非常正常。那就好，师傅，您放心，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回你的三魂，把你这个三魂给还清。是吧？这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还没听您说过呀？老人家，不要紧，这里的主人可不是你我您师傅。主人，这是小偷赵元杰，他帮助你离开这里。师傅，真是呀！赵元杰，快拜见师傅。师傅，拜师傅，真是好事。师傅，你们一起全都是不是？难怪你的血字这么厉害啊！现在不是治好本事的时候，拜见师傅。师傅，快到市场去搜。拜见师傅，拜见师傅，拜见师傅。我叫赵元杰，是郭大师的弟子，农业师弟连一下啊！不是农业。明白吗？你不喜欢主人，您可以暂时借他的身体离开这里。走，对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师徒能上你的身，你是太过分，弟子明白了。这个皮囊到处错，我跟你们是快上的苏醒药，你已经引起其他事。不是我去见杨阳七，让他来见我。有点不爽。我愿意巫师门的百煞阵，你会吗？百煞阵，这个是我手最厉害的三大法阵之一，需要用守身仙器才能因百煞阵引人所用。难道你是想用百煞阵去对付炎阳七？不止炎阳七，而是我们阴阳三家人。不止炎阳七，而是炎中章三家人。主任，您现在是元神附体，还没完全恢复之力，恐怕难以从事对你。我这里。你只需设好百煞阵，稳坐四安。就是我当时说，相信你，不要忘。吴正义，你是在质疑稳坐的实力吗？什么都不敢。要不是你们三番五次的失败，我又怎会兵起险高？是你，还是死了，也是你当时的老师。到时候，本座自然可以我光明进步。这是法力无边。完了，其实按照我常惯例，严章中赛场应该是顺势，但这一次只有朱道然一人来闯。被本座所杀之后，便风平浪静，这属实不正常。是不是朱道然被本所杀？三大阵邪世家少了一家，所以咱们幸运马步。哼，大概有九成的可能。稳坐，稳坐。那剩下的一成，明白吗？是这样。立刻去青牛村，百煞阵。现在就去。主任。白沙阵已经布好，打算怎么请三家过来？稍安勿躁，等会。师傅，要喝点水不？师傅，七哥，师傅不见了。什么？师傅不见了？等我，我马上来医院。严阳七想着你师父在青牛村。郭正义，是你带走了师父。
等着。方老板，你立刻来入金牛村。胡大师，这么晚让我去金牛村做什么？女儿，救我女儿，郭大师你。来喽，来喽。来喽，七哥，你这在哪？这是青牛村。白露，爸，我在这儿。白露，没事吧？大叔，师傅，武正义，你这是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个要问我的主人。赵云杰是你的主人。没错，我就是你们三家想要镇压的始祖。严掌中三家人都已聚齐，钟道然三魂失踪，我倒想看看你们三家现如今要如何镇压我。三十年前，我们张东岩三家人就能镇压住你，你一刻。等你们先活着走出这白煞阵再说吧。赵云杰，你要干什么？等你们先活着走出这白煞阵再说吧。赵云杰，你要干什么？做法吧。师傅，你认为你的白煞阵还有用吗？师傅，你醒了。洪道然。你怎么可能活？我把你封了印，你去慢慢想吧。老师，你和白露马上组建了一个这个阵法，你们两个的配合是关键。是是。师傅，你为什么对叶红鱼啊？他可是郭正义那老贼的徒弟。叶红鱼是我安排在郭正义身边的灵探，这次对付师祖之事，他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为师很难这么顺利的演这一出啊。师傅，你演了一出好戏啊，我们全都被你蒙在鼓里了。回头你可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钟师傅，我可是答应了您的要求，才跟七哥解除了婚约，此事可不能作数哦。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重新订婚呐、啊，也未尝不可呀、啊。退婚都是被你们安排的？当然。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杨七哥哥，我刚才做梦梦到我闺蜜，她约我在酒店见面，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隔天十二，走，我们除妖伏魔。